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《生化奇袭》原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有 EP 的合时 vs EP 的广告，来看双方精彩对决啊！这场比赛呢，双方是三问抢三啊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更九七了，是吧？来吧，巴赫门对战巴赫马。这边广告选择仙人模式啊，所谓的仙人模式就是仙鹤排头，八神守底。对手重拳大魁打倒晕点很高，大跳 C 这边有力回针的持续压制，孤身单影还是找到突破口，但是八神手里两颗资源，仙鹤这边能做的其实不多啊。小跳 C 战 C 直接破防，元武定想点回针被 RP 战 C 破掉。哎，看一下何时这边只要有机会用一颗 CD 是可以的，但是这时候小跳 C 对策 EP 的战 CD 发不过，好家伙，广告这边可以说是小小的翻了一手奇迹的盘啊，吧？因为刚才那种情况基本是不可能翻的啊。何时手里两颗 C 还是八神，变生龙对空小跳安全跳，漂亮，这样的话两边来到同一起跑线。来看广告这边日发出场的玛丽啊，这仙人模式好处呢就是比较凶啊，但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够稳定啊，尤其是首发的千鹤打八神，那肯定是小吃亏的啊。但是千鹤的压制能力比较强，这头滑铲窝心铲一批战 C 确认，何时以为是裸杀结果往后跳，哎，这波不够自信了啊，可能以为这个距离比较远，这个布阵第一时间跟不上啊，但事实上是跟得上的，漂亮。那这个局势的话，广告这个八神手里一颗气没有就比较难了。来看何时这边三气满资源啊，嗯，八神这边很稳，哦呦，但是感觉也稳不太住，落地的 AP 被 EP 战 C 对策到一下晕，哎，没了。来看下一回合，仙人模式嘛，对吧？说白了就是你把双神的内战给错开来，千鹤跟八神打，但是一旦第一回合打不出优势的话，那就是劣势了啊。双刃剑，对吧？有一种啊催命符的效果，就是一旦你这个实力提升的时候，你拿不出优势，那后来的这个反噬啊，对吧？反而会影响你的功力的。先跳地先锋，鬼步四连推板。何时的发生还是那么凶啊，黑熊被护身端音打乱动，一批能量闪失先出板很稳，哦呦，这手小跳 C 过波，这手破防，发神手里马上有一颗资源，但是感觉急不出来了啊。这千鹤的高破防值高晕点啊，还有非常强的集气能力呢，确实让八神是比较忌惮的。八神跟千鹤打，尤其是第一回合啊，主要就是看八神能不能把千鹤撂倒。这千鹤一旦被撂倒了，基本局势已定了。嗯，顶门一针相杀一波。你看这种局势对吧？基本就一边倒啊。广告这边三气满资源，何池是没有气的。来看一下何池最后一个大门，大门一颗气没有，面对三气千鹤啊，看怎么操作吧。有，好的，这手虚晃战 C 对空，哦呦，感觉这波大门只能去堵裸 AB 了，或者跳 ZD。 哎，这手前前被下 A 抢断没了，破防，这怎么赢啊？VR 门啊，这如果说是 KY 门呢也许还有机会啊，这 VR 门怎么说，赢面不大啊。来看一下双方比分持平，再点争夺战。来吧，看一下广告这一局啊，依旧是仙人模式，首发千鹤打八神。哎，这边何时开局后后波也是比较稳啊，不让你迅速的这个助词近身。有后一臂躲下扣没有问题，一瓶原点各种波动，但是千鹤这边还是率先击出第一颗资源，一批下重腿好险被却反，连跳进攻小跳指定头，重拳大葵花，这手晕点重置打不晕，落地战必打一半，但是皮防得很稳，接下来要被踢一脚百合折大葵花走路，但是没有摸中啊。这波距离再近一点点吧，应该是能连上的啊，主要还是这个百合折没出康啊。有，哎，大跳 CT 偏下盘，日皮防得很稳，这边何池手里，哎，这血量优势，哎呦，葵花三十硬砸，漂亮。哎，其实这是正常节奏啊，这千鹤打八神呢，八神一是有波，你的助词不可能说你像打大猪那么轻易的出，
对吧？其次是八神小葵花太快了啊，一旦倒地，你千鹤起身又慢，那各种骗的套路呢就来了啊。哟，亚亮这手葵花三是空中接力，厚厚对侧日拼的能量产生 C 头。八神这边元武 C 小葵花摸响。好的，下臂低身位躲开了日劈跳攻击的通压臂判定，下臂下来八是女追波少年小跳指令条葵花，漂亮。何时这边是怎么说，一呼百应啊，只要打掉一个对吧，后续基本就是一路平推。看一下广告，这边八是一颗气没有，何时马上两颗气。嗯，先行战 C 对侧一劈后一劈，但是没有打中乱动啊，还是比较稳。哟，连跳进攻，好跳 C 葵花大乱动，这下有力回身，晕点在身上，跳地，哎，是一个战 C 打断，好的，下一葵花撂倒反边起身一下晕，坏了，这下破防你怎么搞？漂亮，啊，这下破防我是没想到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愧是八神王啊，这个破防值算得很准啊。那这样的话比分2-1，看一下广告能否稳住吧。哎，连跳进攻，日皮克战 C 对空，好，下扣大乱动，这手软固定，但是很明显不太敢卡，毕竟八神这边哎手里是有指令头的，而且你第一时间手里没气对吧，所以葵花沙盒被血反，小跳重腿一瓶卖血去抢空，好的，跳 C 出方落地卸方没有接八智女，你确定吗？大跳 C， 好的，这一下直接打晕，天哪，其实刚才最舒服的方式就直接八智女对吧，然后战臂发波卡一个无敌波，或者说直接后发波都可以啊。来看一下广告这边的玛丽，手里也是两颗气，但是玛丽打八神对吧，绝对的劣势啊。好，升龙，漂亮，连跳进攻被反应过来，这个位置元武帝打乱动，小跳重拳超杀跑不了，这下肯定是要跟的啊，对吧，这八神以后的波呢，十个有九个是无敌波，不过分啊，尤其是打玛丽一个 CD， 八神这边好，但先先指令头漂亮，广告这边也是非常赶啊，好在是这个指令头直接摔死，这没摔死啊还不好说。来看何池这边的千鹤，嗯，这头原地垂直跳的跳重拳很稳，对手直跳 C 呢，直接把日劈的进攻节奏，或者说可能是唯一波的进攻节奏，哎，直接给他打烂了啊，没脾气。看一下广告这边最后一个手底八神，一颗气没有，这也是现任模式最大的弊病啊，资源没有办法顺利继承。大腿打乱动插合，嗯，仙鹤手里有气啊。好的，八神教书为一颗资源，战 A 虚晃想复合指令头，一起赶紧大影跳出板，非常的赶。小跳 B， 好的，这手但是下不下葵花没跟上，你在干什么广告啊，那这波应该是没戏了呀，你死血。讲道理，何时这个双神绝对是 S 级的，但他的大门感觉还是有点充数的意味啊，再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何时还是稳啊。